男星高以翔2019年11月27日在中国录制节目时猝逝，享年35岁。今天是他的38岁冥诞，家人特别选在他生日的前一天，在他长眠之地金宝山名人碑林区举办高以翔铜像揭幕仪式。揭幕仪式现场，高以翔的至亲好友皆前往致意。高爸爸致辞时点出儿子的善良细腻、责任进取和温柔贴心，并感谢他这一生的付出与陪伴。仪式最后，在场众人手持一朵白玫瑰到铜像前献花，表达对高以翔无尽的思念。